陪一起回去吧，明天一早就走。你走得开吗？我想想办法。秋离，你能有这份心就行了。我知道你们报仇，现在是在最要紧的时候。你现在一个人跟爸爸都不够使了，怎么走得开呀？可我不回去怎么行啊？家里连一个男人都没有。你放心做你的事儿吧，我能行。家里还有多少钱，全带去，不够我再给你寄。 说不定你一回去，姥姥就醒了呢。姥姥这一昏迷，肯定醒不了了。我知道。我姥姥这辈子怎么这么苦啊！我现在连孝顺她的机会都没有。 别想那么多了，啊，赶紧回去吧。替我送姥姥一程。我给你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送你去机场。啊。得的是脑溢血，送到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他没能等你回来。我要我姥姥，我要我姥姥。 在我很小的时候啊，父亲就让土匪给杀了。姥姥带着我和你舅舅啊，就改嫁到了北大荒。可没过几年，我的继父就得病死了。从那以后，姥姥再也没有嫁过人，一个人拉扯着我们呢。那些年，日子过得。 想想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，燕儿。别看姥姥没念过什么书，可她知书达理的。不管家里的日子过得多穷啊，姥姥都硬撑着，供着妈念书，一直让妈念到初中毕业。 要是知青不来呀、啊，妈的学历在这就算高的了。你也上年纪了，可要好好注意身体，知道吗？妈没事儿，放心吧。还有你这孝顺女儿呢。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，您跟我们去杭州吧，我们在那儿租了房子，您能住下？不了，你姥姥刚走，妈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儿，妈得经常去看看他，陪他聊聊天儿。这根本不是理由。妈，就算到了杭州，也能回来吗？不了，燕儿，妈就在这儿了啊。你说，妈妈一个人啊，在这儿待着呀，熟人多，有个说话的。 妈呀，可以跟他们聊聊天什么的。你说，我这到了杭州，你们都那么忙，还得没事陪着我，别去添乱了。妈在这儿习惯了。妈，没事儿，哎，放心吧，妈在这没事儿。 呀，都回来10几天了，该走了吧？干嘛呀？您赶我走啊？可你结了婚的人了，你总不能由着性子在家里陪妈呀？是秋梨让我多陪您几天的。孩子的心意啊，我领了，可他工作那么忙，你老不在也不行啊。哎呀，他不还有他爸他妈吗？哎，那可不一样啊。 怎么了？哎呦，燕儿，怎么了呀？啊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这2天老恶心，恶心。哎呦，你是不是有了呀？有什么呀？孩子呀，你是不是怀上了？啊？哎呀，来，来，坐，躺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哎，对，好了。哎，燕儿，想吃点什么？妈给你做去。哎呦，行了，妈，弄得跟真事儿似的。 本来就是真事儿嘛，你都2个月没来了，肯定怀上了。可是我们现在还不想要孩子呢。既然怀上了呀，就生。你也不小了，早生早好啊。我婆婆前些日子还跟我说这事儿来的呢。你婆婆肯定着急，你跟秋梨都结婚3年多了，早就该要个孩子了。现在学校撤了，我都没工作。哎呦，不用担心这个。 你就是现在有工作也是个麻烦事儿，你看你又怀孕又要生孩子的，你把孩子生下来呢，放回来妈给你带也行，去杭州妈给你带也行啊。妈，你真能去杭州啊？燕儿，姥姥走了以后啊，妈想了很多，人啊，不能老抱着过去的事儿不放，毕竟是亲家，你说。 不能一辈子都不见面儿，妈想通了。妈，你要真这么想，我就痛痛快快的把这孩子生下来。你看你，好像这孩子是给妈生的似的。就是给妈生的。行行，不过有人恐怕比妈更着急抱孙子呢。燕儿，有了孩子以后啊，你就是当妈的人了。妈这一辈子呀。 最后一桩心事就算了了。您说什么呢？你和秋梨过得好好的，你们又有个孩子，你说妈还图什么呀？妈，你年纪也不大，还应该有以后的生活。等你到了杭州，我找人给你说个老伴儿。瞎说什么呢你？妈都这么大岁数，您才过50岁。要不？ 你是不是还想着他呢？还瞎说，他可是你公公啊。可是我感觉，他有时候就像爸爸一样。我知道了，你把该带的东西都给我带上。对，我马上过去。出什么事儿了？ 万华，我抓的那个项目啊，出麻烦了，我得去趟湖州。不是已经快完工了吗？会出什么麻烦呢？还不太清楚呢，几千万的项目啊，你要去多久啊？估计1-2天回不来。啊，出门在外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哎。 别送了，我最怕你每次送我去车站了，就让我一个人走吧。行，那妈就不送了。说好了，等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杭州。行，妈答应你，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 行吗？行。哎呀，妈慢慢的呀，也就习惯了。没事。对了，燕儿，那个买了几包饼干在这个包里头，饿的时候啊你就吃啊。哎呦，忘了给你买瓶矿泉水了，你看。行了，妈，赶紧回去吧，天冷。快回去。不，你先走。你先走。嗯。 哟，是什么文章呀？把你看得这么感动啊！是写燕燕的。好久没看你这么感动过了啊！哎，梅林，我想问你，你有过那种感觉吗？就是当一只无助的手紧紧拉着你的时候，你突然会感到一阵窒息，你的责任心也就在那一刻油然而生。对，燕燕。 我就是这种感觉。哎，你说的燕燕是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吗？那是千岛湖的一个偏远小山村，那里根本就没有网络。是燕燕的老师步行几十里到他们山下镇子上给我们网站发的帖子，他想救燕燕。自从这个女儿的故事闯进我的网页，我就觉得有一种感动。 我也想伸出手去救她。梅林，你知道吗？到现在为止，燕燕都不知道上网是怎么回事儿。可是我们的网友呢，却自发的在关注这个患绝症的女孩。我想，我也许为她会做的更多。陶菊，以后你带我一块儿去，我要捐款。我想等这篇文章发表后。 要组织一个大的捐款活动，我把我的想法跟头说了，他说他支持我，我也支持你啊。陶菊，我真的没想到，你成熟了那么多啊！你相信我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记者，真的。其实这得感谢你哥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这个网站。那你要感谢他，你就尽快的嫁给他。 你哥说了，等他这个项目完成后，我们就谈婚论嫁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对不起。 我来找秋梨。这里是报社，不是你们家。这也不是你们家呀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位是秋梨的太太，她来找秋梨，有必要向您请示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？宁小耀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欺负她就是欺负我。你们俩什么时候成朋友了？啊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有来头呗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还够不着管我。一红，别说了。小燕，你别管，这人太猖狂了。我怎么了？想吵架是吧？梅小姐，我不是想找你吵架，我是教你怎么学会尊重别人。我还用你教吗？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一红，算了。 燕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回了趟老家，这不钥匙忘带了，来找秋梨来了。哦，秋梨到袁总那儿开会去了，要不你到我屋待会儿。嗯，来走。又跟宁小燕置什么气呀？啊？你就不用管我的事儿了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跟一红一样。我跟他一样，他又怎么你了？啊？ 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别把自己搞成郭家管人一个好不好？我夹在中间，我难做呀。你怎么难做了？行了行了，赶紧走，我们在这里工作呢，你在这里晃晃荡荡干嘛呢？走走走，让你走啊，赶紧走。讨厌，你看着他。 你笑什么呀？你也要说我？我哪敢你那么厉害？梅林，你说这都过去几年了，你还跟宁小燕置气呀？我就烦她。哎，我觉得宁小燕真的挺好的。你看，她能去农民工学校教学，你说咱俩能做到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要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我也去啊。 燕儿，我正说要找机会感谢你呢。感谢我？对呀，感谢你啊！要不是你在秋梨面前帮我说好话，我哪能进来这么利索？其实我没帮你什么忙。这还不叫帮忙啊！这么重要的部门进人都得打听一下，你能在这个时候帮我，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我当然感激不尽了。你本来就是有能力的嘛。这个我不可否认，我做这个广告公司的经理啊，那可是绰绰有余。不过。 想要在一个地方站住脚啊，人际关系尤为重要。但秋梨可以放心，我一红不说别的，跟我哥们讲义气这是没说的。一红，秋梨也是需要你支持的。为了今日复刊呀，我可把原来那些大客户都拉过来了。秋梨说了，她非常高兴你能成为广告部的经理。是吗？那她平时见了我，脸可板得平平的。不过这也没什么。 我一红做出成绩来，不就说明一切了吗？那是，不过一红，你刚才不应该对梅丽那样。那丫头太猖狂了，我要是不给她点颜色瞧瞧，她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这不，正好让我给碰上。像她这种人啊，我可见多了。不就是只小泥鳅吗？还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？ 小燕，别太难受了，老子73了，也算是个喜丧了。啊，赶紧回家洗个澡，舒舒服服的。我给你做饭。你会做饭啊？那当然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我现在会做方便面。秋梨啊。 我们今天去外边吃吧。去外边吃？为什么？挺累的。好啊，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啊。秋梨，我觉得我不是个好女人。 笑话！你要不是个好女儿，天底下没孝女儿。我这次回北大荒，看见我妈，我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了解她。我只知道她苦，她不容易，可是我根本就走不到她心里，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我回来的头一天晚上，我看见我妈坐在窗前，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睡。她以为我睡了，可是我没有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心里一阵一阵揪着疼。我不是跟你说，把妈接过来一块住吧？怎么了？她不愿意啊？我知道，还是因为我爸。 其实你妈的心思啊，我明白。她不愿意面对我爸，这么多年的等待和痛苦啊，不是用言语能表达出来的。这都是历史造成的。可历史也不能抹杀一切啊！我知道，我爸心里特痛苦，但他明白，这一切都成为往事，他也无法弥补了。哎，你说这事儿也真够巧。 大千世界，偏偏我俩走到一起，偏偏我俩的老人又有恩恩怨怨，真是奇怪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提不起精神来？你有话不跟我说呀？我没有。那你怎么回事啊？ 秋离，我怀上了。怀上了？这么大的好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你真能沉得住气啊！你先别高兴。我能不高兴吗？我给我妈打电话。哎，先别打。建国，怎么会是这样？这个项目不一直是你盯着的吗？嗨，别提了。 那到底是谁在从中作梗啊？开发商呗，偷工减料的把钱给卷跑了啊！你那个同学田艮啊？是啊，你说我这么相信他啊，他会干出这……那怎么办啊？局里头啊，纪检委、调查组都介入了，听候处理呗。这人怎么能这么坑人呢？哎呀，真是的！哎呀，清廉一世，晚节不保。哎呀，你别说了好不好？怎么？ 说你两句就不愿意了？对，不愿意。你冲我发哪门子火呀？你有本事找你那同学算账去。他跑了，跑了，那这黑锅就得让你背着了。哎呀，你别再嘚嘚行不行啊？你要再嘚嘚的话，我出去。秋离，我去看过医生了，这孩子恐怕不能要。为什么？ 我不是一直在服用避孕药吗？这对孩子会有影响的。哎呀，医生啊，都很容易把事情说得很严重，其实未必要听。可是孩子就一个，万一不好呢？再说我前一阵感冒了，吃了好几次的抗生素呢。有那么可怕吗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医生说了。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婴儿发育不全，不过医生也还说，这种可能性会很小。那这跟打赌有什么区别啊？所以才要跟你商量嘛。那妈知道这事儿吗？我是说你妈。知道。她怎么说？她说这孩子是老天赐的，不能丢。妈说的对，我同意。既然来了。 就把他生下来。哎呀，可是万一不好呢？孩子痛苦，大人也跟着痛苦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医生说了，这种事儿还得趁早做决定，不行就打掉。你打掉不是残害我儿子吗？秋离，你要是非坚持生，我也没意见。不过生下来要是不好，你可别怪我。等，你再让我想想。 邱总，这事您听我解释，不用解释。我只想问你，情况是否属实？这这也不全对，那就是基本属实了。哎，老姚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才几天功夫你就敢这么干了？当时你在应聘会上你是怎么承诺的？要利用这个平台为民排忧解难，可你见得到？给我捅这么大个窟窿，让《今日副刊》丢脸，你让我还怎么信任你？邱总，我也是太急功近利了。 这仅仅是急功近利的问题吗？我行了，什么都不用说，开会，让大家来讨论何去何从。情况我都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婚介公司出现这种事情，我除了感到惊讶，也很痛心。虽然婚介公司在短时间内组织了100对新人婚礼这种有意义的社会活动，但不足以抵消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。 现在大家讨论一下，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。那我先来说几句吧。虽然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报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，但是姚经理的出发点他是好的，他也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产生经济效益，给报社创收。当然了，他有一些的具体做法是有些不妥，希望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吧。 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吧。这种暗箱操作的方式，不止我们一家，许多婚介所都是这么做的。事儿没有捅出来之前，做了也就做了。这事儿既然捅出来了，我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同意曲主任的说法，吸取教训。本身这事儿就是一件好事儿嘛。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。我认为这件事情并不像你们说的这么简单。 我们也不可以轻描淡写地对待这件事儿。按说我来报社的时间不长，应该多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可我也是一个部门的领导，我想，我们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仅仅吸取教训的问题，而是我们今日副刊今后朝什么方向走的问题。刚才在听邱总说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想，如果我们每个经营者都这么经营公司，那砸的是我们自己的牌子。 找婚托赚黑钱这种下三滥的事儿，竟然成为我们报社的经营手段，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。这些来信说明什么？说明读者已经对我们产生怀疑，甚至对我们失去了信心。树今日副刊这个品牌不容易，可要是砸了它，却是举手之劳的事儿。我认为应该解散婚介公司，追究姚木通的责任。我的发言完了。 我一开始已经说了，今天这个会议很特别，所有问题都在会上面解决，大家已经各抒己见了，现在举手表决，同意中介公司解散的人，请举手。现在我宣布，婚介公司。 正式解散。陶娟，我问你，哎，你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吗？ 你明知道老姚是我介绍的啊，你可以不发表意见呢，你这样做不是让我难堪吗？哎，梅林，你先听我说，这事儿呢是我调查的，没有冤枉老姚，是我做了卧底。这件事儿呢，从头到尾都是我调查清楚的。对了，你记得上次我和你哥，我就是做了婚托才去的。你做卧底啊？哟，现在学会做卧底了。 还是我朋友呢，哎，那你要我怎么样啊？群众来信反映情况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头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们都看在你的面子上，都替老姚包着。梅林，你知道这什么行为吗？是诈骗，处分他，解散公司，这都是轻的。要换上我是头，我还把他告上法庭呢。梅林，我们做记者的，要连这一点正义感都没有的话。 那我们还待在这个位子上干嘛呢？你说呢？邱总，你今天做的太对了，要是没有快刀斩乱麻的魄力啊，这乱子还得继续出。你今天会上说的那些话，正好也是我想说的话，你算是给我解了围，要不然我就得唱独角戏了。路你早就选好了，我只不过给你搭了个小桥而已，不足挂齿。今天开会前没跟大家先通个气，你看句句他们都在揣摩我的心思。 可恰恰就都没有揣摩对，以后还是你了解我。你才知道啊！我需要你的支持。我要是不支持你啊，干脆就不跨进报社这门儿。平时对人家不冷不热的，像是我诚心给你捣乱似的。我这不是在慢慢观察你吗？现在呢，可以下结论了吧？那不行，还得再观察。 邱总，我没别的要求，只希望你能支持我的工作。说吧，要我怎么支持你？你也看到了，这个月的广告额怎么样？很好啊，抵得上过去一个季度的。哎，袁总都表扬你了。嘿，我可是把浑身解数都使出来了。不过邱总，我有两个要求。说吧。第一，广告公司得明确财务关系，你是法人。 但广告公司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账户，这样也有利于方便工作。可以。第二，和那些大客户打交道的时候，你得去给我压压阵脚。这你可为难我了，我最害怕的就是应酬。这可是策略呀！你往那儿一坐，这可就不一样了。我一人单枪匹马的，备不住于马失前蹄的时候，你跟我在一起。 我这心里不也踏实吗？好吧，只要是为了报社好，我答应你。那好，今天晚上就有一个应酬，一起去吧。哎，你看他呀，小人得志，得意什么呀？明明就是你的错，你就放下架子吧。 我错哪儿了？姚木通捅了那么大篓子，就没有你一点责任吗？你还傻呵呵的还护着他，头放过你就算不错的了。你别以为你自己受了多大冤枉似的，那叫杀鸡给猴看呢。你就是陶局说的那种人，一点正义感都没有。我说啊，你就赶紧挽回形象吧啊，要不然没有人同情你。 怎么挽回啊？啊，请头吃个饭，今天就请，去。哎，他怎么坐易红的车了？接住了，好像有点线索。哎呀，我一整天替你捏把汗呢。你要是能抓住田磊，就可以解脱了。哎呀，那损失弥补不回来啊，还得自负啊。哎呀，那也好多了呀。你说你这同学啊，真不是个玩意儿。哎，不怪我当时啊，太大意。建国，你估计会怎么处分你啊？那得看情况定了。 轻者呢，党内警告处分；重者就得免职啊。免职？是啊，这都是我咎由自取啊。当初招标的时候啊，要不是脑袋一热，总想帮助点同学，也不会到今天呀。哎，接受教训就行了。真到了那一天啊，免就免吧，没什么大了不起的。 真的不在乎吗？要说不在乎那是假的。哪个当老婆的不希望自己的丈夫风风光光的退下来？可事情临到头上，我再叨叨那就不好了。王华，还是你理解我呀。你才知道啊！哎，谁都羡慕当官的，可真当了官啊，一不小心就踩上雷。你看我现在整天不是担心你，就担心儿子，生怕你们有个什么闪失，结果还是碰上了。哎呀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呢？绕着走不就行了？ 喝多了，一个广告客户，非要憋着喝。慢点慢，说喝了不合适。我要喝。慢点。哎，把衣服脱了再睡，快点。这房子怎么在这呀？你喝醉了。 我给你倒碗蜂蜜水去。啊！老婆啊，哎，我还得到大美去呢，配合一下调查。行，去吧。这俩孩子回来不回来？啊，早上来过电话了，儿子说忙有应酬回不来了。他这摊子呀也太大了，可不就把自己给忙进去了。哎，早上跑步的时候啊，我碰见那老赵了。 嗯，就新闻办那个，嗯，你猜他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老邱啊，你这个儿子呀，可成了报界的一匹黑马了。”你很自豪是不是？那当然，我这俩孩子呀，都很有出息，你说我能不自豪吗？可现在呀，我担心的就是秋梨啊，他还年轻，心呐太大，往往会栽跟头的。 哎呀，你看你儿子干得好好的，栽什么跟头呀？也是，栽跟头的是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垂头丧气的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走吧。燕儿，我出去啊。这礼拜天你去哪儿啊？打高尔夫球去，跟昨天那客户约好了。打高尔夫球？啊，我还不太想去呢。 昨天喝多了，肩颈难受，头疼，胃也疼。没办法呀，我得应酬。我听说挺贵的，打一次好几千呢。你都消费到这个水平了？哎呀，老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要不今天你去妈那看看？我一个人去没意思。那就买几张碟回来看电视。 不用了，你就别为我操心了，赶紧去吧，早点回来就成。哎，一豪，你不是约了客户吗？ 他们人呢？根本就没什么客户，我就是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你骗我干嘛？我要说没客户，你能来吗？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别为了这点小事斤斤计较。哎呀，一到高尔夫球场啊，就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，你觉得呢？ 那休息会儿吧。放心，那客户啊一准跑不了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等抓发那功夫，我就把合同给签了。真搞定了？那当然了，我那些功夫能白费吗？哎，一豪，没想到你还真是能干啊！ 你想不到啊，那是因为你从来都不关心我。来了，有事儿啊？没事儿就不能找你了。嗨，我的美容院离不开我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哎，哪有那么严肃？我怀孕了。怀孕了？这算不算大事儿？是大事儿。秋离知道吗？ 知道，那你找我来什么意思？这孩子，我想打掉。打掉？小燕儿，我可告诉你，这想拴住男人的心，就得生孩子，这可是至理名言。我们家秋离的心不用我拴。你呀，可别这么自信。现在的男人有几个靠得住的？再说了。 秋离还没修炼到那份儿上呢。